那我们今天来到尖石乡，哇，好漂亮的露营营地哦。这对夫妇就是庄思月、吴明芳。帮我们准备早餐，因为昨天晚餐是我们准备的。我们看这个营地靠着山，哦不，应该是说被山环绕。哇，露营真的是蛮好玩的，是一种不同的体验。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来。